为着表这校友的生理哦，会当经历更加好。第一大学特别为这校友的意识，也个商品推荐平台来举办启用典礼。一挂校友所经营的企业，卖将这部分的利润来回馈和母校，帮助着家境清寒的这学弟，也个学妹。在校友总会中心内底，会当看到各色的商品拢摆伫架啊顶头。即挂产品除了有一挂上界重要诶，即拢是甲大甲校友所生产制作诶。透过校友总会，大甲大下校友会当互相联络订货，也过会当甲利润回馈互母校。带来学校来展示，因为我们学校学生师生里面有10000多人，也是属于一个封闭的市场。我们透过这次的主题关怀，把我们的产品的企业的产品跟学校的学生做互动，那把所有的盈余甚至说回馈给这个清寒的学生，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构思跟想法。假如今天我们有校友的话，可以跟他做个加油站是更棒的。这边的机车都全部赚到盈利，都交给学校。大甲大学校方统计，大甲大学有1/4学生申请助学贷款，这个比例是比平均值还更加高。另外，有1/5是经济弱势学生。透过校友总会，甲校友所生产的优质产品互相做推荐，让校友赚更加侪钱来做更加侪公益。来这上面做一个推教、推荐和行销。那一方面呢，他们啊。这个产品呢能够推广，另外一方面呢，这些校友呢也把这个行销的一个利润部分的利润呢来提供给学校的弱势的这个学生啊，来当作这个奖助学金啊，来帮助他们就学。那我想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这个社会难免会有经济弱势民众，学生在读册时阵出来经济不好，往往对学生造成真大压力。大家大校除了让校友会当透过这个校友中心做伙合作，也希望这个校友会当好好照顾家己的学弟，也个学妹。中视新闻客事馆台川报道。